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燕。今天呢，非常的特别。今天，今天不是我要上头了，今天要换一个人上头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又是我们的原告。好，所以说你讲一下怎么了？今天要干嘛？反正就是我们员工，他说他很想要从我角落生活。哦，但是我们配率现在不好哦。这一次 A 很可爱，可是他觉得 A 太大只，被抽走就算了。他想要 C 小小只的，因为我们刚好下礼拜要出国，所以这段时间要麻烦他了，所以我们就免费的送他抽到 C 为止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！三小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，应该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先花钱，然后观众告诉我们应该要算他多少钱。哦，对啊，你说他的生死交给观众，给观众决定，对。就是你们看影片觉得，美美这部片表现如何？美美会不会跑开了一堆小账说不用钱，不用钱？那也是他请，那他请老啊，没办法。我先跟你说 ，A 美咯 A 刚刚超大只的，他大概有这么大吧？嗯，没有更大，更大。怎么的？对啊，超大。然后他跟这个长一模一样，他想要的缩小版，超 Q 的缩小版。他就是带了一个。那个长颈鹿，哎，超可爱的啊！所以我以为重点是 B 啊，重点是 B 吗？你是车车吗？对啊，重点不是 B 吗？那个是灯哦，车车灯哎，这也蛮可爱的啦。车车灯哎，我一定是觉得 B 比较好看。反正你现在还是要想象你是要花钱的，你看，说不定观众很严格。这只啊，每一只都超可爱的啊。哦。还有这种的哦，这只好可爱，超可爱的，还有这种，没有，每一只都很 Q 哎。OK， 不收吗？那我们准备战场上见了，开战。对猪，你是觉得你是希望他中大奖，还是希望他不要中？你现在是老板哦。我觉得没差这种。你这个心态 OK 哦。这样子，客人来这边都很开心哦。啊，如果他一抽中，就等于我只花350。哦。啊，如果他十抽中，我就花了3500。那我好像要……所以一抽中就好了。F。F。完了。哦。他抽越多，我亏越多钱。F 是毛巾啊。又是 F 啊。F。哎呦，多了一个角啦。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那个小嫂，那小嫂也长得很好看，其实都蛮可爱的。志扬啊！只有一个啦！抽到 B 就是最后。等一下啦，只有一个。啊，我们抽 B， 抽完 B 就说等一下。一，我靠！其实那个猪很强，猪只有一个。对，猪很强。我有十一，比十一还强。比十一还一个。十一有六个一，就是一，又一个一，你几抽了？好像不用钱一样，六抽，其实才六抽而已，我还以为已经抽了十抽了。锁定观众会说免费，没有，有这种的，我就是要抽到 C 我才能停啊。观众觉得我平常都在欺负他，所以现在要伸张正义，帮助弱势，是不是？观众，C 啊，抽到 B 中最好 ，C 中，哇，走了。现在还有抉择了，因为差一个 B 就送最后。他感觉还没有要的，他没有要的。B 我还好，还好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停是不是？还是？我记得你之前还有说你还要想要别的，你也想要一个库鲁米啊？再来玩，我有了。你？就是他，关你屁事。库鲁米我还好，库鲁米还好，还好。哦，还是库鲁米我抽。啊，你抽一样你自己付钱，啊，观众自己决定要你付多少钱。我想一下，我要你要就是 A 啊。对啦 ，A 呀、啊，到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库洛米的那個套装。而且它两个 F 就有一个冷饮杯，哎，还有个浪琴的那个脚。哎，你看。等一下啦，我等一下，我还在拍，你先不要动。我等一下 ，A 娃娃 ，B 抱枕。等一下，你在做什么？等一下。哎呀。我看呢、啊。等一下，白痴哦。F 啊。F 好啦，白痴哦，我还没介绍完。他们两个浮夸仔。空调毯子，毯子很好毯子毯子很好哎，毯子很好哎，毯子只有六个，对啊，我靠，再一个，要求有水煮，干，哎哎哎，直接多一个 C 赏啊，真的，对呀，你看两个，两 F 送一个 C 哦，那是这套的特别玩法，第二个 F 会送一个杯子啊，直接抓，什么东西，抓什么，就。
最烂。我看看不到，你遮起来了。举手。被你遮住了啦，你的手指。举手。对，最多八抽就好。好，那你最多八抽。就是要，因为你还是要花钱，因为你要先付钱给我。啊，等影片出来，观众决定怎么样再说。空调毯。又是。哇，有一条。又是毯子。哇，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。欸，其实我都超实用，这句你都抽同样的东西。对啊，这套除了你好无聊相框以外，其实都可以拿来用。马上出一个，好了，最后抽给妹，我觉得妹运气比较好。这个好。等一下，闭上。真的是挫赛，它的材质是可以用，材质很不错，就是可以拿来擦身体、洗头发，对，然后擦到下面的时候，一毛要卡在上面。小的啦，小的毛巾。哎，它的毛巾做得很可爱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它做的超可爱的，它有这种图，什么？你看全部都有。可是它这种好看的图就没有那么好用，对，它其实没有那么吸水，但是这一种的就还蛮吸，这种材质，这种的就可以。对对对。那还有这种居裳，不确定是不是能当杯垫啊？还有这种很像卷线器吗？对啊，对。然后另外它的衣裳是这种，感觉是可以收纳的，哎，很漂亮，有一个长型跟一个小型的，然后它还附一个小公仔，感觉是可以随身放在那个包包上面。对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总共要领什么 ？CD 2E2F1G。对，刚刚两个 F 有一个特点色嘛，是 F 吗？还是 E？ 对啊，两个 F。然后看一下马英美帮我拿的是哪一个，因为它是随机的。好，库洛米。库洛米的。哇，它本人好好看哦。哎，今天美美手运很好哎，她刚刚随便抽就中八米，一开始就叫她抽。其实应该说了，是最近来抽的客人的运气都很好。真的，最近大家都很欧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多余啊。不会啊，就是多了一个花边的感觉啊。而且就怕它是不是？它又一直滑下来啊。还是它可以吸更，哦，它可以吸的，它可以弄紧一点，这样吧。对，啊。它就是如果你会烫的话，就可以这样握。应该是。它写的是冷饮杯，冷饮杯哦。对。那太冰的话可以这样握，就是怕冻伤啦，冻伤。空调毯可以选库洛米或美乐蒂。我因为我比较喜欢库洛米啊，我就打开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这个要带回家用的。它的材质是真的毛毛的，而且还是正版的哦。哇。哦，大条，真的大只大条啊！嘿，对对对，哇！没有，没有，这真的是可以盖耶！对啊，真的可以盖耶！你看，是不是洗完澡也可以包身体？可以耶，没有啊，这是毯子，库洛米跟那个美乐蒂的鞋子，它这个鞋子应该是属于那种房间的那种室内拖。鞋子是什么色啊？鞋子一个都没中哎。哦，你一个都没中。对啊，衣裳有啊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哦，没有哎。反正它就是室内的那一种，然后不要沾到水。然后衣裳就是这个超级大包子。我靠！没有。我靠。对啊，很大。那你有两个嘞。你看，我可以跟它比例尺一下。我靠！这是没有很大。这是很大。收纳宽也是，它有五个款式，然后一样库洛米跟美乐蒂。我就拆一个库洛米给大家看。因为一样是自己会用嘛，所以就直接拆了，来吧，它就是这一种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收纳，它可以装内衣裤啊，或者是袜子。哦，对，所以这个也蛮好用，蛮实用的。哎，是紫色的，为什么我拍起来是蓝色？调光过了，它是紫色的。哦，反正相框就长这样，相框我就不会想要。哎，这个，它的那个大小啦。它的大小是放拍立得的那一种大小，嗯，所以大相片就不行，这是拍立得的大小啊。然后还有那个，那个你没中，放回去。对，我没中。哎，还有一个一定要介绍啊。哎，还有翠翠肉嗓啊，这个就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放在客厅，然后吹着冷气，然后看着玫瑰同林眼，然后躺在那边。配瓜子，然后配瓜子喝茶。我靠，好了，先算你们应该要付的钱，我先收钱。好强哦。观众在决定说要让你们省多少？我的三千块，你三千块，你多少？我三千块而已，四三。哇靠！你们一个比一个省，2430啊，还蛮快乐的，有娃娃，快乐，很大的毛巾。妈妈，快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的。
叫妹妹帮我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次他们今天在富士兰抽的奖。最近来抽的客人真的运气都很好，包括你们自己也是，太扯了。就这样了，我们开两间店了，一间在中立，一间在板桥，两间的 QR code 给大家自己参加。好，我们可以线上抽，好不好？那还想看他们想要继续抽什么的，都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没有没有，要我们喜欢才想抽。啊、你没感觉到这部影片的喜悦吗？因为我们两个都抽自己要的。啊，你们觉得他们最后应该要付多少钱给我？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他们中了这么多大奖，我已经配率很惨了，然后我可能会跑不动的这种情况，他们应该付多少钱给我？拜托留言告诉我。就这样，那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